网友们更是扒出了各国最帅的女生图对比，赶紧来看看谁才是你心中的最帅女生吧。中国型恩说到这几天最热的古装大戏就非小女花不弃莫属了。开播后短短六天的流量就破了去年延禧攻略的七天记录。除了剧中男女主的甜蜜互动之外，剧中的男二莫若飞更是因为他到底是男还是女儿频频上热搜。剧中的他无论是英俊帅气的五官还是对妹妹无微不至的呵护都撩到一众女网友。但是请收好你们的口水，因为人家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儿身。在原著小说中，莫若飞是个比女人还美的男人，所以剧组就找到了曾经在网络上因颜值媲美男神的邢恩来扮演。其实他原名邢雅辰，不仅拥有英气的五官，更有着173公分的高挑身材。邢雅辰在大学时代还加入过戏女篮，精湛的球技加上就媲美男神的高颜值，当时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爆红后他还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帅女生，这是新闻恢复女装的样子。天哪，这是什么神仙颜值，男装扮相撩人，恢复女装还是同样的被撩到韩国郑慧仁。说到韩国女星郑慧仁，大家应该还有点陌生，因为她大多是在剧中担任配角，但她最近爆红起来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因为她新剧中的女扮男装，大家先来感受一下。注意注意，别看错了，不是左边的那位，而是中间那位。穿着白衬衫蓝毛衣的，明明就是标准的韩系小鲜肉，对不对？抿嘴笑对着镜头撒娇的样子，简直让一众姐姐粉们开始骚动不安了。韩国的很多粉丝看到都激动的表白，太可爱了，超日系，这变装太猛了。这张侧颜更是让大家惊艳，真是女生帅起来真没男生什么事，感觉比男生都帅。其实换了长发及妆容后，恢复女装后的郑慧仁同样惊艳。她不仅拥有172公分高挑身材，而且还喜欢运动，身材比例与线条也保持得非常完美，不禁让人感叹长得比你美还比你更自律。澳大利亚 Ruby Rose， 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星 Ruby Rose 外形极具特点，犀利的短发与酷酷的纹身，加上集合了安吉丽娜朱莉与贾斯汀比伯的明星气场，让外国女网友们大呼看到她就弯了。她不仅外貌抢眼，同时富有才华，除了模特与明星身份，还是 MTV 音乐电视台主持人、电台 DJ。 让 Ruby Rose 爆红的还是她去年在女子监狱第三季中的表现。她和上面两位不同，因为她不仅外形酷似男生，而且她早就明确了自己的性向，在12岁就是拉拉了，后来在2008年还被选为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25个人和拉拉，和她传过绯闻的漂亮女孩不计其数，悉尼超模 Meg Shepard， 双胞胎少女组合 The Veronicas 中的 Jess Aubrey Glasso 也是她的绯闻对象。不过她还是被英国的一位设计师 Phoebe Dollar 征服，目前两人已经订婚，还时常在 INS 上秀恩爱。其实无论称号是最帅女生还是最有影响力的拉拉，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得明确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看了这么多，以上三位哪个才是你心